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好玩的东西，可能有的朋友小的时候有玩过。我们先把这个什么这个小的这个枝干吧弄下来。其实我们只要这个树皮，我们先把这个树皮剥下来，一定要用这种蛇形的刀法，这是我们小时候都叫蛇形刀法，因为这样有点像那个蛇一样弯弯的。再用这个小树干做一个推嘴，先把这个芯顶出来，我们敲打之后这个就很好取出来了，拿个树枝顶一下它就出来了。这个已经成功了，现在把它卷起来，卷成一个喇叭的形状。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刚刚找的这个绳子，这个藤子，把它绑起来，不然这个就松掉了。再把我们刚刚做这个嘴插进去，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感觉效果不是很好，我们应该这个树皮要割得再长一点，然后把它卷得这么长，那样效果更好。小朋友，要不过来玩一下？不。啊？不要。挺好玩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现在都没有机会玩的这种玩具了。小朋友，我拿这个号角给你换那个糖，好不好？换。我又换了一个吹嘴，这个比原来更长一点，我们试一下这个效果。这个效果还是挺不错的，有没有玩过这个呢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留言了。